爸爸，别去挂水了，你到时候去一山捡个头呗。去一山捡啊？王吉不行吗？王吉这边捡会捡毁掉。捡毁掉啊？这小屁孩要美了，臭美了，你看，捡个头还跑，真是。留几个月呢，就给他毁了。留几个月就给他毁了？好。那里有专门的理发店吗？我去一家都捡好几次了，我都在那边捡。他家捡的好看吗？挺好看。那我也去捡啊。那他呢可以把我这个用我的头把我他那个可不可以他剪头发可不可以把我的我这张脸给拯救一下呢？应该是可以的。啊，那你爸长帅不帅？帅啊。帅啊。嗯，睁眼说瞎话，你这小孩不。我一直都觉得挺帅的。哎，人家都说我丑，你说我帅，是不是这家儿子看这家老爸都帅啊？那走。就冲你说这个话，我就带你去医山，行吗？行，走。刷衣。过年啦，好多人呀！警察叔叔，我在辛苦了。王岩，这个店在哪里哦？往前走吗？过了这个红绿灯，还有一点点。剪头发在哪里？啊，一般在那边吗？那走，我带你去那个地方吧。你那个没开门？剪完头发，然后晚上洗个澡，明天去看弟弟啊。啊？剪完头发，今天晚上洗个澡，明天去看弟弟啊。为什么呀？为什么还要剪个头、洗个澡去看弟弟啊？让你去相亲吗？打扮。打扮你呀。走吧，这前面有个理发店。他剪的好不好？我知道。让他少剪点，别把头发推完了就行。让他少剪一点，意思是吧？那行，那他随便给你修修，好，把边上修掉，好。把口罩戴好，王霞。那个店没有开门呢，怎么办？再找找。再找找。这大过年的，一般都没有开门。好几家都没开。好几家都没开，我刚才在王一涵找了两家，你开门？这是理发店吗？大过年的，街上就是那个超市门口，除了人还是人，就数人头来了。再找找吧，实在不行，过两天再剪行不行？行吗？这里有个剪头发，这里有个剪头发的吗？进去看看吧。哎，王爷没开门，没开门，别推了，又一家没开门。我以前好像听过这一月不剪头发，我以前好像听过这个话，一月不剪头发，好像你没有听过吗？一月不剪头发啊，一月不剪头发是什么？还是二月？忘记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可能有人懂，可以给我打出来。王一涵，找不到剪头发的，算了，不剪了。先回去吧，哈。那就不去看你弟了，不剪头发。啊？不剪头发还去不去看你弟？肯定去。不剪的帅帅的再去吗？走吧走吧，应该没有了。忍起心头千般恨，不做不心我吃蛋糕。吃奶油，走。永乐村林天山更纯粹。就在里面吗？那走，看看去。终于找了一家开门的，一家开门的，快！莫名的心疼，若是有来生，你是否虔诚？苦守一生，只为他转身。看了没有？最近对这个头发满意吗？
啊，扫了一天，洗了个头，还行啊，臭啊，是不是？帅不帅？自己感觉帅不帅？看不见。回家。文雅，你烧火我做饭行不行？行啊，行啊。你烧火我做饭行不行？行啊，行啊。嗯、我做饭不要嫌弃哦。不嫌弃。不嫌弃啊？不嫌弃就好。你看你小姑他们这么忙，今天晚上晚饭，他们晚饭都不做了，让我做。那把我做饭你吃不吃？做好就吃，不好不吃。不吃就算了，做好吃就吃，不好吃不吃，不好吃少吃点，好吃多吃点。夜半风一声惊醒梦中人，谁在离愁之后时常来叩门，若终其一生人为情所困。